在任何市场任何币的行情波动中都能够保证你的本金安全，还有利润可赚。在数字货币市场玩合约为什么会亏钱呢？主要就是心态不稳，追涨杀跌，或者是在当前牛市的情况下一路做空。更重要的就是心态不稳。在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种交易方式，在任何市场任何币的行情波动中都能够保证你的本金安全，还有利润可赚。添加币种，输入名称，比如碳的多单跟空单，鼠标右键，策略设置，顺势确认策略设置的参数。多单分40次单，150张多单，总间隔 16%， 20倍杠杆以上参数的多单本金需要100U 左右。设置止损金额为多单本金加空单本金的总和。保存策略，设置空单策略参数，交易区间拉到最大，设置每笔交易间隔，设置多单加空单整体止盈比例，关掉网格，填写99，修改买入张数的数量，多单加空单策略参数一样。保存策略，同时开启多空单的监控，买入成功。刚刚介绍这个方式主要就是做大波动的，上涨或者下跌的大波动。方式教程我已经分享出来了，明天这个时候我再更新，给大家看一下通过一天时间交易这个货币对我们能有多少收益。正在使用 CCG 机器人的朋友需要策略图找我，感兴趣量化机器人的伙伴关注公众号炒币机器人进歌。